客人很快就要登机了，希望我们能够配合得非常的愉快。根据我最新的收到 iPad 上的信息呢，我们豪华头等舱有一位张先生，就请金燕文来负责。头等舱客人里面，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一位范先生，请您来负责。那范先生呢，这里面资料显示他是一位潜在会员，所以您在服务的时候呢，要注意与客人的沟通的时候加强沟通交流。那接下来我们的服务工作按照正常的标准进行，那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南航高贵典雅的空中乘务员的形象展现给客人，合作愉快。欢迎登机。你好赵小姐，您坐一排。赵小姐这边请。赵小姐，这是您的座位。谢谢。外套需要帮您挂起来吗？好的，谢谢。请问有手机或其他贵重物品需要自己保管吗？没有。赵小姐，您的拖鞋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需要换上吗？好的，谢谢。我是头等舱乘务员徐玲玲，很高兴为您服务。好的，谢谢。赵小姐，请用热毛巾。谢谢。我们为您准备了香槟、橙汁、苹果汁和矿泉水，您喜欢哪种？香槟好了。香槟，好的，马上送来。赵小姐。您的香槟请慢用，谢谢。先生你好，我是主任乘务长孙一，非常荣幸能够为您服务，我们期待带给您愉快舒适的旅程，旅途中您有任何需要请随时吩咐，谢谢。谢谢。赵小姐，这是我们今天的餐谱。谢谢。今天为您提供 A 套餐，这边还有酒水单和茶单。好的，谢谢。另外我们还为您准备了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和民航报，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以供您取阅。有十送版的吗？有的。谢谢。5分钟后我会来为您订午餐和餐前酒水。好的，谢谢。赵小姐，现在可以为您介绍今天的午餐和酒水吗？好的。我们为您准备了两种前菜，分别是潮式卤水牛展鲍鱼仔和海鲜蛋披衬烟挪威三文鱼花。潮式卤水牛展鲍鱼仔是我们的特色菜哦。这样啊，那就潮式卤水牛展鲍鱼仔好了。好的，您要不要一些开胃酒水来搭配呢？给我香槟吧。香槟，好的。我们还为您准备了田园蔬菜色拉，汤品有西式鸡莲汤和中式人参鸡汤供您选择。接下来我们有三种主菜，分别是白汁挪威腌三文鱼佐宽面，烧汁烤鸡佐薯饼，酱爆腰果牛柳丝佐香米饭，您喜欢哪种呢？我要人参鸡汤和白汁挪威腌三文鱼佐宽面。好的，要不要来点白葡萄酒来搭配您的主菜呢？今天为您准备了2006年产自苏富兰蒂斯产区的普利雪白葡萄酒，和挪威三文鱼是不错的选择哦。这样啊，不错，我想试试。好的，我再重复一次您的点餐。您今天点的是开胃酒是香槟，前菜是潮式卤水牛展鲍鱼仔，汤品是人参鸡汤。主菜您点选了白汁挪威腌三文鱼佐宽面，餐中我们会为您准备普利雪白葡萄酒。赵小姐，今天的飞行时间是2小时45分，起飞以后您想先休息一下还是用完餐休息呢？先用餐好了。
好的。那么12:25为您提供午餐服务。好的，谢谢。祝您旅途愉快。姐，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关闭手机电源。好的，请拿安全带好吗？谢谢。潘先生，您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可以为您服务了吗？好的。是。备了两款冷餐型小吃，有橙汁烟熏三文鱼面包片和酱汁羊肉面包片，同时还有热的牛肉串烧，您需要品尝吗？羊肉片。是。这是您的香槟，它是 Jellison Bahaden， 气泡细腻持久，口感柔和，带有轻微的花香，搭配您的小吃和即将为您呈上的前菜是不错的选择。好的，谢谢。请慢用。谢谢。赵小姐，打扰您了。你好，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 PND。它由电影、电视剧、专题节目和娱乐节目，您还可以用它来玩游戏哦。哦，不错，我听很多朋友提起过这个掌上电视。是的，在航班中，我们的 PND 非常受欢迎，很多客人对它一见钟情哦。哦，是吗？是，赵小姐。特地还为您准备了一款耳机，用它听音乐看电影效果非常好，因为它的降噪效果很突出，是一款很专业的耳机。哦，不错，让我试试。好。哦，不错，果然很专业，谢谢。不客气，很高兴您能喜欢。我们为您准备了软包、全麦包、法包和三鲜包，您喜欢哪种？软包。好的。潘先生，这是您点选的人参鸡汤，它营养丰富，十分美味，请您品尝。谢谢。潘先生，这是您的潮式卤水牛展鲍鱼仔，香槟还需要添加吗？香槟确实不错，再来一点吧。好的，请慢用。范先生，我们为您准备了法汁、千岛汁和油醋汁，请问您想品尝哪种？油醋汁吧。好的。请慢用。先生，这是您点选的白汁挪威烟三文鱼佐宽面。好的，好的，顺便把香槟杯收走。是。您的白葡萄酒马上送到。谢谢。范先生，让我为您整理餐桌。可以。
稍后马上为您呈上芝士。好的。范先生，芝士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需要我向您介绍吗？好的。这是来自于法国的金文笔芝士，来自瑞士的大孔芝士，来自英国的车达芝士。我要一块车达芝士吧。范先生，您选择了车达芝士，我想向您推荐一款空中酒窖的红酒。这是一款来自于澳洲寇兰山的奔赴2009，它的果香浓郁，酒体丰厚，搭配您的芝士是个不错的选择。我听说过这红酒，试试看吧。好。不错，您慢用。谢谢。Thank you。范先生。您的水果请慢用。谢谢。范先生，要不要试试今天的甜品？我们为您准备了明治冰淇淋和纽约芝士蛋糕。冰淇淋吧。您的冰淇淋请慢用。谢谢。范先生您好，餐食还满意吗？不错，我挺满意的。谢谢您。范先生平时有没有喝茶的习惯呢？有啊，我时常喝茶。那我就一定要向您推荐南航的特色服务项目——空中茶院。哦，空中茶院。是的，空中茶院是南航与百年老店吴裕泰合作开发的。我们精心地为您准备了各种精致的茶品，相信您一定会喜欢的。是吗？那最有特色的是什么茶呢？如果您想品尝特色茶品的话，我向您推荐茉莉银雪针，它不但具有茉莉花的清香，还能舒缓您在长途旅途中的压力。您这个推荐不错，我就试试您的花茶吧。好的，马上为您冲泡。范先生，要不要试试我们的茶点？不用了，谢谢。好的，您的茉莉银雪针马上为您送到。范先生，您的茉莉银雪针请品尝。谢谢。范生，您休息得好吗？不错。我和玲玲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为您服务，飞机将在55分钟后抵达悉尼。感谢您选乘南方航空，您对您的服务满意吗？很满意。谢谢您，我们一直在努力，您的肯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对了，悉尼的地面温度只有12度，与广州的温差较大，您要注意添加衣物。好的。我们还为您下载了为了3天悉尼的天气情况，请看。好的，谢谢。诞生，祝您在悉尼一切顺利。谢谢。Miss Zhao, follow me, please. This is your seat. Thank you. Would you like to have your clothes? All right, thank you. Is there any wearable items in your clothes? No.
Miss Zhao, the slipper has been prepared for you.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now? Yes, thank you. I'm Shani. I'm happy to be at your service.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please tell me. Thank you. Mr. Fan, I'm Chief Purser. My name is Sun Yi. It's my honor to serve you today. We hope the journey will be a happy one. If there's anything we can do for you,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Thank you. Okay.Miss Zhao, hot tub please. Thank you. We prepared the champagne, orange juice, apple juice, and water. Which one would you like? I would like champagne. Champagne. Miss Zhao. Your champagne please. Thank you.Miss Zhao, this is your menu. Today we prepared set A. Thank you. Here are the drink list. Also, we have so many kinds of magazine and newspaper. Do you have anything about fashion? Of course. Please. Thank you. 5 minutes later, I'll be back to take your order. Thank you.